打住！既然说什么我都不会再穿女装了。我穿你，问一下粉丝们同不同意？你要干什么？叮叮叮，你给我过来！哈哈，这就是新年宠粉装。我怕你们取关，我怕我不穿女装你们就不爱我了。600,000粉，你准备穿什么呢？怎么了？你看看你都30岁了，怎么还没找女朋友？找不到也不能怪我呀！你今年要是再找不到，你就先叫你出去。哎，老妈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把女朋友给你领回来。红桃，你就是飞白的女朋友啊？是。是啊。你之前介绍的反正穿得多厉害的妹子都差不多啊，多可爱呀、啊、可爱在性感面前一文不值。那你是不知道可爱有所要披靡的时候。好有，那你证明给我看，不然你也找不到女朋友。别瞎说，你等着。讨厌，人家拧不开了。放着我来。疾风吧，怎么了？你上次耍赖，人家明明是想看你 cos 女性角色的。那你也没说呀。嗨，没事，这位有关你准备的呢。啊？你快点，600,000粉丝在那边等着呢。什么我？是我们？你们等着。这样可以吗？今天我们来偷拍一个600,000粉丝的女装大佬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！哎，我再看看。你在拍我呀？帮我把红姐去一下。老板，啊，怎么了？老板，你看，你都600,000粉丝了，你呢？我有点帅。别走，过来。哎嗯，比基尼呢？我的天哪，穿里头呀、这又不能出去嘛。等我能回到工作岗位，一定给大家穿。这还差不多。肥白，怎么了？快跟我走。怎么让我穿女装啊？你在家还没有憋分啊？我带你出去玩，这样你妈绝对不认识你了。聪明啊，兄弟，走。什么要紧，还在家安全。哇，好看。为什么公司圣诞派对要我穿成这样？因为好看啊。有病啊，我不去了。小声点，小声点，一会儿邻居看到了。先进去，先进去，别着凉了，快快。谁啊？哎，飞，我前女友又结婚了，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又要我穿女装啊？不行，帮帮忙嘛！你上回说你喜欢的新款腮红。那好吧。走吧，小哥哥。哎呦，漂亮啊！最后一次啊，以后不准找我。以后不准找。